前晚梁静茹在红馆完成巡回演唱会的香港站，表演期间她仲几度流眼泪，话因为谂翻起初出道的情况同埋爸爸离开咗好耐先会咁啊。不过一讲到佢个仔 Anderson 一岁生日，佢就即刻开心翻晒，仲话中午嗰阵已经同佢切咗蛋糕，而且老板亦都送咗唔少金饰俾佢，实获到唔错噶。咁做得人啊嘛，我谂你都唔会手软啦啩。生完一胎又一胎，梁静茹完成巡回演唱会，即做人啊！我成日都送礼物俾佢，其实就没有想那么多啦。但是我觉得有用心帮他做了一个蛋糕啦，是你自己做？不是不是，就订了一个，就是设计了一个，专为他设计。对啊，我就觉得，要他记得以后长大看照片的时候，哦，其实是有，不是随便买蛋糕的，真的有思考过的。有没有想追第二个？有，有啊，但是我想隔，本来就想隔一下，就是不想那么密。对，想说，可能再隔个3岁左右。做完全程会先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